your favorite Chinese character? Wow, I have a lot of those. But I think my favorite character is Xin, because when you draw it, it looks like a heart. So actually, lot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re like that. Do you know how the character system was created? I know that it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Confucius, but aside from that, I don't think I really know too much. So why don't we let Rowen tell us a little bit about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. I'm from华州，我是华州五四特中学九年级的学生。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丰富多彩。我觉得中国文化最有魅力的，就是中国的汉字。汉字历史悠久，早在公元3400年前，中国古人就用图画记事。我们知道，在公元2600多年前。 中国商朝由一个名字叫仓颉的人，从乌龟壳上的花纹得到灵感。他想人们可以把发生的事情记载在乌龟的壳上，这就是后来大家知道的《左一古老》的象形文字和甲骨文。仓颉对中国文字的发展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。我想汉字不是仓颉 一个人创造出来的，而是许许多多的像仓颉这样的人在他们的生活中慢慢地创造了汉字。汉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今日了。文字记载的时代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中国文字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。中国的文字变得比先前简单和实用多了。 汉字的变革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汉字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的发展。古老的中国人用原始的图画记载了他们生存和沟通交流的基本需求。在从部落社会到国家的发展中，人们对文字的需求越来越高，他们需要用更加可信的文字 来表达他们复杂的生活。汉字很有趣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和世界上的其他语言不一样。汉字的每一个字是一个音节，西方语言不是这样的。例如，英语具有26个字母，这26个字母用来组成不同的单词和词组。 可是韩语有好几万个，讲的不同和意思不同的汉字，它们是书面汉语的最基本的单位。我喜欢学习汉字，因为汉字的形状和书写跟我的母语英语完全不一样，玩来玩去的笔画很有意思。汉字很漂亮，也很优雅。每当我写汉字的时候， 我都会享受到汉字的魅力和它深奥的哲理，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。谢谢。 文同学你好，你说你喜欢学习汉字，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你喜欢的汉字吗？ 我喜欢汉字，因为汉字历史悠久， 汉字也很漂亮。那你喜欢哪一个汉字呢？请再说一遍。你最喜欢哪一个汉字呢？我最喜欢上的汉字。OK，谢谢。普瑞斯罗恩同学你好。你说你喜欢汉字。 你能告诉我你学会多少汉字了吗？你懂我的问题吗？我再问你一遍，你说你喜欢汉字，你告诉我你学会多少汉字了？
我没听清楚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不起。啊，谢谢。罗恩你好。你好。请问什么是甲骨文？甲骨文是刻在乌龟壳上和兽骨上的汉字。谢谢，谢谢。好，罗恩你好。你好。请问汉字是仓颉一个人发明的吗？仓颉是收集争议的。不发明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。Thank you.